大家好，我是 Leanne， 我也有个花名叫粉红大佬嘅，咁当然是因为我喜欢粉红色啦。其实我都是一个以往的同事嚟嘅，咁我以前就是一个全职的生活天然工，但系而家咧就是一个工程师。咁我知道大家都好多都是在 home office 紧啦呢一段时间，虽然我自己冇得 home office。但是呢我都希望大家可以 keep 住每一日或者平时每隔几日啦做一次运动。咁其实喺一啲好细嘅地方，喺屋企入面都已经系好足够，可以做到一个好 intense 同埋有搞到少少心肺嘅一啲运动。咁嚟紧咧，我会教三个 level 嘅 exercise 啦。咁梗系由简单去到比较难少少啦。咁每个动作就系每一 set 大约系5分钟到嘅啫，咁唔系好多。咁我嚟紧咧就会每一 set 咁样介绍俾大家。咁我哋会就35秒嘅 interval， 咁中间就有10秒嘅休息。咁做完咧就大约我哋会做到睇唔同 level 啦。咁每一个 level 会大约做到6至8个动作嘅。咁我哋而家就做第一个 level。咁我哋第一个 level 嘅第一个动作咧就系 mountain climb 30秒。咁我哋开始咧就会直接计30秒、10秒、30秒、10秒，咁令到我哋完成成绩先会停低噶啦。好，咁预备啦。好，我哋预备动作就开始啦。mountain climb 第一个动作。好，咁我哋可以开始30秒。咁我哋抽一张上嚟，不停做得噶。咁你可以快做或者慢做，咁抽上嚟都 OK 嘅。系啦，咁记住唔好夹个 pat 上嚟。咁同时间我哋都要睇住个时间啊，因为30秒嘅啫。好，咁快，如果觉得太轻松嘅，我哋可以加快个动作嚟做。好，仲有8秒，咁大家都要 keep 住下呢个30秒，尽量都唔好停低啦。好，够钟，咁我哋跟住就休息10秒。10秒之后咧，我哋就会转第二个动作。咁第二个动作就好简单嘅啫，就会净系做双个 squat。好，咁应该过咗啦，10秒，好，预备，3、2、1，开始，30秒啊，咁慢慢做得噶啦，呢个唔使快。咁呢个动作，双脚同膊头贴就得噶啦。时间 keep 住呼吸啦，尽量都唔好快咁做人。好，咁跟住咧就完咗30秒，我哋再休息10秒。咁下一个动作我哋会做 lunges， 咁就会做一个向前单脚嘅 lunges。好，预备啦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好，咁过咗一半，有10秒，一左一右咁样做得噶啦。好，停得，好，跟住咧，我哋就会做下一个动作。咁下一个动作咧就会容易少少，都系做30秒，我哋会做 plank hold 住30秒。OK， 好，咁我哋落去。3、2、1 ，hold 住啦。咁我哋 plank 可以选择用手揿住或者用手踭，都 OK 嘅。咁记住自己计时啦，或者可以叫人帮你计时都 OK。换一半。秒。2、1，跟住落嚟啦。咁又有10秒休息。好，跟住下一个动作咧，我哋会辛苦少少，要做啲跳跃动作。咁我哋会做高抬腿。咁可以慢做啦，或者可以做快做，因为呢个始终系一个 elementary level。好，预备啦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咁我哋慢开始啦。咁我哋可以过10秒之后咧，就加快我哋做啦。好，跟住加快，可以慢慢加快。10秒。2、1，好，停低。好，我哋做最后一个动作。
咁仲有一個動作好簡單嘅啫，就係、是、普通嘅 burpees， 咁唔使跳起噶啦，直接做30秒嘅 burpees， 好，預備啦，開始，起身得噶啦。仲玩下啦，姐。好，咁我哋呢个动作咧就做咗5分钟噶，加埋。咁咧，其实我哋平时大约做3 set 呢一个至4 set 咧，都已经系非常之好啦。咁你见到我而家都有啲喘气啦。其实呢个虽然系 elementary level， 其实都系一个好 intense 嘅分钟 exercise。咁我哋尽量咧自己平时都做下呢啲动作啦，同埋一啲 warm up 啊、cool down 嘅动作都好足够噶。